欢迎大家来到黄总夜唱。话说在昨天了、啊、哈，我们比照了什么？昨天荧幕上头是写着了哈，关于这个台股是在碎步盘跌，然后陆股在昨天大跌哈。啊，如果对照今天呢？啊，今天情况啊，台股非常抗跌哈、啊，到最后呢，跌多少才跌个一两点而已啊。陆股呢啊，看到陆股它继续跌啊，陆股又跌了一趴多，昨天跌4%，今天跌再跌一趴半。嗯啊，这种情况之下啊，为什么这种情形呢？啊，这种情形，因为呢啊，这个时候陆股有人在警示吗？啊，但台股来讲呢啊，每一次呢啊，只要行情有所动荡的话，反正都有人会护着，真的都是如此吗？哎，说真的了哈，昨天节目过后呢啊，这有人跟我讲，哎，聪哥非常欣赏呢，我在节目当中啊，在分解这个陆股啊，其实我没有讲多少陆股了哈，不过他哎，现在这个台股好像没意思了哈啊，然后在节目当中我在讲这个陆股呢，他觉得很有意思啊，意思在哪里呢？比方说昨天呢、啊、哈，我不是跟他秀了一段这个陆股昔日打油诗，那有人呢啊觉得相当喜欢哈啊，没有看清楚，希望啊可以再跟他分享一次，好，没有关系哈、啊。即使先说到最近，其实你看到大陆证监会啊，大陆证监会它有11金句来降温了、啊、哈。来，我们看到呢，到底有什么金句来降温呢？比方说哈、啊，念几句就好了啦。股市潮来潮往，投资还需谨慎哈、啊，理性看待，你或是稳健价值投资，多一分谨慎，少一分风险，多一分了解，少一分损失啊。说起来的话，哎，这种话都还算相当善意了哈 啊。不过这种话一出来，情况之下呢，那仿佛就告诉你哦，大家呢必须要理性一点。啊、不要再太疯狂了啊！陆股是因此下跌吗？我告诉你哈，这些话都还不算什么。当年我不是讲了吗？这个陆股曾经也经历一个金融大海啸，跌得来得比我们还要惨呐、啊。而在当初呢，这个陆股了哈，散户们就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哈。因为陆股有八成都是散户哈啊，当时呢，陆股崩盘情况之下，这个打油诗这么写着了：买了太饱，三餐不饱。买了人寿越来越瘦，买了平安彻夜难安，买了工商全身是伤，买了石油家里没有，买了石化直接火化啊！对，当年哈，你说这什么东西来？稍微跟你介绍一下，太保人寿平安，太平洋保险中国人寿平安保险哈，这个中国啊，在大陆的三大保险公司哈，这个是第一大，这个是第二大，这个第三大，再来工商是什么？中国工商银行市值最高的，全球啊、也可以说全球规模最大银行，中国工商银行了哈。还有呢啊，我们所谓呢这个大陆两桶油在哪里呢？啊，这个陆股两桶油啊，中国石油、中国石化啦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喜欢自己抄录下来啊啊，然后不过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哦，大妈不再跳广场舞啊，不再跳广场舞了，早起之后干嘛呢？奶瓶与低瓶都进耗子了啊，奶瓶低瓶都进耗子啊，所以现在情况之下呢啊，跟这个大家通通忘记了，大家通通忘记啊，忘记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再发生？有没有可能再发生呢？是否在发生了、啊、哈？那这个就要讲到什么呢？来看到一个最新的哈，新兴市场教父莫比尔斯他警示了什么？莫比尔斯说了，陆股将要回涨两成，听起来可怕吗？两成，要是台股的话，回涨两成，相当于回多少？来，我们直接看到陆股了哈，陆股最近高点4572哈，4572，然后呢，那、啊、到今天跌到4187，啊，如果像他所讲，给他回涨个两成，等于掉到哪里？两成说多也不多了哈，两成相当于就大概呢，给他掉下来的话，大概掉到这里，两成大概是掉到这里了，大概是掉到这个地方。掉这个地方了、啊，说多其实也不多啊，也不多，这样就代表两成嘛。啊，他其实呢，莫比尔斯他开了金口之后，阿陆股今天就不得了了吗？并没有，莫比尔斯一这么讲哈，其实你看到陆股今天当天的 day trade 哈、啊，当天啊，其实呢，莫比尔斯说回两成之后，今天他一开高还给你震荡走高到哪里？到4376，有没有看到？还走高到4376，是后来杀尾盘，大家才又吓一跳。后来杀尾盘，这个从高点杀到低点，这个样子相当于就去掉4%，相当于高低落差就4%哦，啊，对不对？很刺激的，比我们刺激多了。啊，你说呢？哎，啊，人家大清早了哈，哎，你看到他到中午还给你拉到4376呢，啊，拉到4376，怎么又掉下来？
来嘛，一个东西如果它按照规矩来走的话，既然昨天跌了 4%, 有没有？来，昨天这一根黑 K 棒，日 K 上证综合指数啊，这一根黑 K 棒呢，你用目测就知道了。从这个今年低档以来啦，你所看到最大的一块，最大的一根黑 K， 是不是最具代表性的日 K 空头版图，就是它啦。好，那既然如此的话，一个重点就来了哈。这一根如果那么重要的话，好，今天呢它还给你开高，还曾经一度冲高。请问中线在哪里？中线在哪里？空头版图中线啊，这个中线告诉你，它这个中线呢就在4388点。4388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陆股在今天盘中拉高到哪里？有到4388吗？接近到4376，它只要没有过4388，都算是什么空方发球。目前当然转为空方发球了，除非它有办法再收复4388，站到空头版图中间之上，那个叫贯穿点，要不然的话，它现在都属于空方发球。到底空方会不会把它打落到这个地方来？莫比尔斯所讲的，没有叫你一定要信谁说的话啦，最重要的，你心中有一把尺，这一把尺在哪里？相信吗？我都跟我的会员附图解说了，哈。好 ，OK。啊，你说如果这个样子走，哈、啊，这个样子来走的话，啊，多少会影响到港股嘛，哈、啊。那港股因此也大跌吗？没有大跌啦，28588回下到现在，你看27570不算大跌，只是小回一下而已，哈、啊。啊，但是你看到啊、哦，在我们台股这里，现在 ETF 有连结入股、连结香港的，哈、啊。来，比方说这一档。这一档叫恒香港，恒香港什么东东啊？哈、啊，当然就是 ETF。这一档 ETF， 你可以看到之前这么这个一柱擎天，直接从这里，从这里大概来多少？大概800块上下，而且780，是不是790？给你冲到2300，你看一飞冲天，是不是？还记得吗？在之前我在讲解 ETF 的时候，特别提它当例子。当例子，为什么告诉你这一档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太疯狂，一口气这样才几个交易日，从这里呢1000元下面啊700-800块有办法给你冲到2300之后呢，你看港股呢有回吗？回1000而已，港股才回这样，它回多少？腰斩，将近腰斩了、啊，相当于腰斩，是不是？嗯，腰斩了，的确这样已经腰斩了嘛。是不是？那直接可以你这样摘下，摘到1130，现在这个不是要计算这个半对数的问题哦。一个东西来，你记得在当时我告诉你一件事，请问一下，当它冲到2300的时候，我说如果你对基本面也加以重视的话 ，ETF 最基础的基本面在哪里？请问它净值是多少？这个恒生香港它成分股总共50档，然后50档里头有很多啦，都属于呢大陆来香港挂牌 H 股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要查它的净值啊，净值多少？当时我告诉你了，透露给你听了，净值就这样这个样子，净值是会变动的啦啊。那大概1100多啊，今天到现在，到今天呢，我要上节目之前特别要查一下最新净值，刚好1130，嗯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下子打回原形了吧？打回原形的吧，2300给它打回到1130，谁在这个地方闭着眼睛傻傻去买它？拜托，一下来的话，你的资金马上腰斩了，你的资金不是马上腰斩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如果说了哈，这一个算是特例，这一个算是疯狂的特例，所以前几天不是开始被警示吗？在这里就该警示了，到这里再警示已经太慢了啦。这里我在讲解的时候，当初就应该要警示了，是不是？好。那如果说了还不用提它，它还是算是特殊的情况啊。要是说改天真的像莫比尔斯所讲的啊，陆股如果真的要回档20%，如果这样回档20%情况之下，请问做 ETF 还有谁会遭殃？做 ETF 的还有哪几档会遭殃？哎，有人会遭殃，相对来讲的话。哎，你就不要怪说，哎，政府干嘛开放 ETF 这种交易啊？到时候害你去赔钱。No， 有人遭殃，相对呢，有人可能就会赚钱，啊，是不是？单单看你到底是做对或者做错什么事啊？好 ，OK， 啊，谈了入股之后，我们再回过头来，啊，请问一下，关于我们台股方面的话，有没有人在警示？有啊，当然有了。
难得哈，在官方也有人警示了。央行事情，台股要居高思维。央行谁呢？央行外汇局长在事情，全球经济还不稳，市场大涨全靠货币宽松，担心会反转。一旦外资持有资产那么高，他一旦撤资的话会怎么样？这位外汇局长他说了哈。那现在这个叫资金行情嘛，就由于呢各国实施 QE 啊，这个说外资热钱太多了啊，大家以为这个春天来了，它这个不是真正的春天啊 ，no 不是，它可比是一个小火炉，大家印钞票，资金太宽松，这是一个小火炉。现在的一个金融面发展跟这个所谓呢经济实质面，他说已经脱钩了，他讲的又不是我讲的。是不是啊？他这种情况之下了哈，你以为春天来了，但是一旦外资撤资的话，他说呢，紧接着你马上看到的就是寒冬，不是我讲的啊，电视上有转播啊，外汇局长讲的啊，啊，他这么市井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于输台股没代志，没代志，开低一样还给你走高上来，好 ，OK 哈。那股价里头说真的走势相当分歧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回到那个股上头来谈好了。在个股方面呢，哈，像比方前两天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哈，来看到那个利空，所谓利空还不跌的第一季呢，给他公布财报赔了3块钱，股价反而拉起来的。来看到哪一档 TPK 哈啊 TPK 这种情况刚好呢下来到第三关，第三关最后防线没破之后，打造双脚给他过颈线，准备要涨到这个地方来吗？准备要涨到这里吗？啊，我可没有叫你去追哦。我可没有叫你去追它啊，是不是？在这个阶段来讲，换作是我的话，股价真涨起来的，我都不想追；股价给它涨高的，我都不想追了哈。只是呢，我们难免会怀疑，哎呦，一个到底成型是不是给它可以涨起来，是不是可以到这里？好奇罢了，好奇罢了哈。好 ，OK， 不是还要再谈它？好，另外一个哈，另外一档个股，这一档个股，我相信很多人一样相当关切，它到底是不是一样？仿效这一个 TPK 要打造双脚呢，讲的是谁呢？来看一下，这一档个股叫原相，这一档个股叫原相，这样原相大家可就熟悉了啊，不是吗？在之前我们常举它呢为范例说明，而且呢，它在这个大标的阶段，在这个大标阶段就是我心目中好羊，都公开讲过了哈 啊怎么涨的，甚至它不排除就1、2、3、4、5涨到这里之后，它才回头下来。好，现在是否在打造双脚？说起来这个通通有来龙去脉了哈，我们不妨呢在待会呢详细来跟他做一个说明。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恢复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，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，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，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，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。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久久，健康久久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
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哈。既然这个有观众跟我反映啦、啊，很喜欢这个入股打优势了哈。我说啊，到底呢你有没有去做入股？他说没有了哈，没有看他这么涨呢，心里很不平衡。要是他跌下来的话，好像心里头会觉得比较安慰一些，是吗？啊，所以你喜欢这时候打优势好 ，OK， 纸笔拿起来哈，喜欢的自己抄录下来哈。这个不是我写的，这不是我写的，是大陆当时很有名的打优势哈，自己抄哈。买了太保三餐不保，买了人寿越来越瘦。买了平安彻夜难安，买了工商全身是伤，买了石油家里没有，买了石化直接火化。抄录好了哈，好了就好哈，好 OK 哈，没有再诅咒他们人家怎么样哈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所以我刚刚所跟他报告在哪边呢？莫必也是所讲，入股将回档两成，不用一定要信谁的话啦，重点你自己心中必须要一把尺哈。啊，除此之外，我告诉你好不好？不是人家警告的，不是只有入股而已呢，包括如果这一位来，末日博士麦嘉华，末日博士麦嘉华警告谁？警告美股恐怕会崩跌多少？不是两成，四成？谁讲的？他，末日博士麦嘉华。警告他会崩跌四成，相当于呢就几乎要腰斩了。你说如果说美股你要腰斩的情况之下，还得了吗？啊、那一下子你说我们台股安在呢？台股安在有了，有人警示了，央行事情台股也要居高思维，台股也要居高思维。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情况之下，台股一样很抗跌，一样很抗跌啊。好 ，OK， 我曾经呢，就算我喜欢的东西，我也曾经警告过大家。刚刚所讲那档个股原相是我心目中好羊。那这一档好羊涨到当它股价涨到100块之上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当时我讲了哈，如果说呢这个大背景月 K 线来一个大反弹总反弹，第一大关在哪里？ 120, 当它来到 120, 你就要小心了。你就小心了哈！啊，如果一个数字还不够的话，来，你看到中段背景里头的一个反弹，第二关在哪？ 125，125 是不是？当时股价109嘛，所以来看到重叠压力带在哪里？120到125可比一块重地，所以当它股价真的踏上120，还要追吗？对不对？我喜欢的东西，我一样会这样提出警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股价真的有涨到120、125吗？刚好啦。涨到哪里？ 122 涨到12之后历经五波式上涨到这里啦，等于相当于被涨之后到这个地方开始回头破线啊，回头破线的话，来，事情简单了哈，你要计算什么？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嘛。所以当初计算过啦，第一关在哪边？ 937 第二关在哪边？ 863 这个是全波性总修正啊。你看到当时 924 相当于破第一关，破第一关准备掉到第二关了吗？我可没有这个样子讲，我告诉你了哈，人家不是一定不偏不倚要对准哪一关，事情那么简单就好啦。啊，如果说呢他破第一关又一时之间掉不到第二关，请问在这中间你可以找到什么有利的根据地，记得吗？当时我在节目当中曾经来即问即答给你透露，让你做参考。那我所讲的点在哪里？既然破第一关情况之下，在这两个之间，如果找到一个有利多头的根据地，来看到，你很清楚吗？当时跟你透露在哪里？这一块周 K 线里头的一个多头版图，这一块叫多头版图。好，多头版图的基点在什么地方？ 91.7 当它掉到 91.9 节目当中我还特别提示 917 在这里。除此之外再往下看，布林轨道上扬的中线也一步一步在接近当中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种情况呢，结果他来了吗？是，他来了。他来到哪里？不是刚刚好，来到 91.1， 来看到哈，现在不止来一次了。来，你看到周 K 里头，到现在他还存在啊，这一块多头版图，他的一个基点是不是917啊？所以来第一次来到911啊，有时候刹不住车，给它超过一些些嘛啊，超一些些的话，刚好你看到啊，更加对准上扬的中线，布林轨道上扬中线嘛，是不是啊？再来一次，这一次就对得更准了，91.7，什么时候91.7？就今天，是不是？来，不信看一下日 K 这个可就是今天的啊，之前911嘛，今天来 91.7， 昨天918啦，今天见917啦，然后翻起来之后盘中还得翻到 958, 是不是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来的啊？
啊，说于是乎呢，效法那个 TPK 吗？啊，他可以打造双桥吗？紧接着呢，他就要过警线，过警线之后，要是导向回升，那涨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你要这个样子做乐观的想象，你要这个样子推估的话啊，我也没有办法啊，都没关系，但最起码一步一步来。一步一步来，你可不能这个样子的话，就断言人家他一定打造中角层导体，一定回升到哪里去啊？来一个东西嘛，既然从这个一二二哈，不用一二啊，就短线这里来讲，第二只脚就看第二只脚就好了。103.5掉下来九一七，这个917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明白的嘛哈？把它呢用放大镜放大啊，放大成30分钟 K 线，这个是所谓第二只脚，103.5掉到91.7，今天呢就给你拉起来啦，拉起来到958，并没有收最高。好，一个东西来了，这个短波，这个短波你要计算啦、短波你照样要计算，我知道有人对这档个股相当有兴趣啊，也相当关切了。说起来的话，它也是这个市场里头的指标之一哈。啊，没关系，来来来来，一个数目字马上出来了，来多少啊？拍谁个查案嘴哈？这铁定是我按错了哈。那再按一遍也没有关系，多花点时间而已哈。反正呢，时间还有，来。一个数字出来了，多少？96，第几关？第一关，哈哈 ，B1，96，96。来，今天高点不是958吗？今天高点958，是，所以呢，第一关刚好接近它，进关情绪哈，没有真的过关，没有真的过关。那没过关不代表说明天它就没机会啊，搞不好明天人家来再接再厉都可能哈啊。但是一个重点来了哈，如果给它再更上一层楼啊，也没有关系。给他再更上一层楼哈，好歹了哈。你如果真喜欢他啊，你如果真的低接他的情况之下，你到底要怎么去看待哈？来，第二关在哪里？974哈。那我必须这么讲，不是要告诉你他铁定可以到这里或怎样哈。要是说原像第二只脚踩着中规中矩哈，拉起来之后，就算过第一关，要是第二关过不了的话。要是第二关过不了的情况，他又掉头下来，再次掉头下来，再来测那个时候多头版图基点的话，再次提供机会吗？如果是那种情形啊，第二关过不了，回头再下来的话，他如果再下来，等于就第三次了啊。那个第三次呢，我就奉劝你要小心一点，我就必须要奉劝你小心一点啊。为什么？啊，如果说呢，你再来的话，一个反弹都是属于弱势情况之下，你就掉头再下来的情形啊，屡测这个低点，你就要小心会不会屡测那个所谓的基点而终未破啊？要是破了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就心里头呢，必须要防止，会不会到时候了哈、下来之后真的来探这里？会不会下来之后真的来探这里？我没有诅咒他要这个样子讲，要这个样子走。我是告诉你啊，最好最乐观的情况就成就导底之后往上。要是他到哪里就上不去，给他回头下来的话，你就要小心，他有没有可能呢？到时候破了之后真的探这里，是不是？这个是逻辑问题，不是告诉你什么答案哈啊，也没有跟你讲说啊，这样于是乎啦，股票通通不能买。没有人这么讲呢、像我所讲的啊，这一个呢是跌的 ,ABC 下跌的 ,ABC 下跌的情况之下，我说 H 值 ,H1 在那 ,325,325, 对不对？要买股票做，对我来讲的话，除非 DJ, 325的情况之下，好，同样的版本，这一个 ,ABC 下来 ,H1 在哪里 ?367,367, 啊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低价，一个是高价啊。来，你看到这一个325的，这一个325的结果。现在到了，不止到了，还穿过316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说你要是挂单在325去买它，还真的会成交啊！成交之后呢，你后悔吗？成交之后当天收在哪？当天316收在336最高，还好呢，是不是啊？相对来讲的话，另外那个家伙，哎 ，A B C 下 H 1在367啊，这个在367，要是你真的挂单挂在367，那现在最新368还没有成交。来，我没有跟大家劝进，我也告诉大家了，我本来就不是多头志士。那我换做我们自己，我们会怎么做？该做什么事，我们就怎么做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